今天谢谢，我最后所以用不流利的汉语说感谢。我从以前想来台湾做工作，今天来台湾我很高兴。我也而且看到大家我更高兴。今天真的感谢大家来到这里看男子高中生的日常。我又来台湾工作的时候，又来台湾工作，努力工作，所以在日本努力工作。今天真的感谢大家，谢谢。不用搬了。